为英雄主演的舞台剧呢晚首演，谢霆锋和容祖儿等人都送上花牌敬贺。作为舞台剧的处女作，红姐都俾自己好多压力啊。方面咧，又惊自己个声啦，今日好似有时突然唔知系咪有压力咧，觉得哎呀，好似有少少喉咙痛啦咁样。又见到华仔即系个喉咙有啲事啦，咁又自己就变咗系好似再多咗压力咁样。系咯，同埋今日因为有好多唔同省份嘅朋友嚟啦，吓。咁變咗好大壓力，原來嗰個緊張咧，真係緊張過我去坐喺度等緊個金像獎或者金馬獎去公佈嘅。原來係啊，因為我係真係連飲水都唔敢飲咯，飲得水多到時候個幾鐘頭喺個台嗰度咧會急啦，會影響自己情緒啦。但係又話死啦唔得，我喉嚨又好似好乾。係咯，又準備啲咩嘢俾自己飲？頭先就開始飲少少羅漢果水咯，係啦，食咗啲開聲嘅咩開聲丸啦。连好有演出经验的红姐都被舞台剧的剧本考起啊！哦，多好多，因为就算平时点样大的一场戏，或者十几张纸的一场戏，咁你有错咗都可以 NG， 但系今日系一定系冇咯。咁同埋系个半钟头里面的戏咧，系我自己讲晒，咁所以其实都即系有七成是自己讲咯，所以系好紧张，系啊，系唔系惊唔记得对白，而系。不知道怕什麼。